里，Hello，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还好吗？小草已经被制裁了，杀了太多人，现在直接一个断线，看来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一个 GG。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回来没有？各位观众，我们画面回来没有？呵呵，一个不小心就直接给他 DC 了。这个相当的，相当的刺激。这个网络还搞我，很不错。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霸气的暴气，网络断线呢，刚才不知道，瞬断了。没有，现在接回来了。嗯，现在接回来了，来吧，没关系。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什么杀太多人报应了、啊，我们杀的都是坏人，我们一个惩奸除恶，一个小英雄，一个惩奸除恶正义小英雄。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玩这个游戏都是相当的正义，相当的可爱，相当的激情。然后来，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阴尸路。那我们继续接下去玩，但我先重新整理一下我的实况，看一下我们的实况还没有问题。好的，实况没有问题，但是人是掉了300个，没关系，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继续游戏，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即将继续，好，来，As they keep getting food from them, you'll be safe. I promise. 但是它就是叙述了很多，就是一个。Making is done, pal. Ain't nothing left. We gotta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Lee, I need you to back me up on this. Is this all you got? I told you this town is tapped.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we had to do to get all that? We need to leave. Duck was asking about the farm last night. Not much phases. It's starting to add up. I need to get to the coast. Get him out of all this madness. Oh, yo. Lily's not doing so good, huh? Well, we killed her dad. We did kill her dad. 中间没看到，我刚刚中间也是在忙这个，一个忙死狂，我也是没有看到这个刚刚断线到底究竟他讲了哪些东西。但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他正在监视我们。We can sort all this out, all right? We can sort this out. I'll tell you what we need to sort out. We can't let one person fuck this up for everyone else. 好，第三幕。好，我们喊时，我们的哇，我们是一个少数型的一个玩家。第一个是这个噼里啪啦啪啦啪啦，我们跟84趴玩家一样。然后后面的我们都是一个少数型玩家。最后的这个是选择，这个是食物，对不对？要不要拿走这个 food 这个食物？那我们是跟55趴玩家，你看，大多数的玩家还是会选择把食物拿走啊，代表我们这个。但是这个人都是我杀的、啊，人都是我杀的。人都是我杀。最后的部分应该是说，就是强盗正在监视着我们。